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汉文。现在我们要走的这个景点是 Fountain Paint Point，就是有热泉和彩池的地方。黄石真的火哈！今天礼拜四，这人都这样，就这样。我这礼拜六就不要过来了。我天，这就是那个 Fountain Paint Point，这个 trail 应该也不大，就是 half mile 对吧？我的天，臭鸡蛋的味儿，我的天，这个臭鸡蛋的味儿。就是有那个 sulfur，这边这个 fountain 就跟那个 old faithful 一样，只不过它是常年喷，常年喷，它没有时间。这还有个白色的。这上面还有一个观景台，就在这儿远观这些。现在开始有点热了哈。正午。哎，还有两个小臭钱呢。哎呦，对。我的天，这个比那个刚才的那个大泉。刺，这刺激了我的，我的天！哇，这个味道真的有点受不了啊！哎呦我的天！顿时呢？这边这个应该能漂亮，来看。哦，下面还是瓷器呢，你看到没？好看啊！哦，那儿还有一只大牛。Bison。走。这个 Fountain Paint Point 我们走完了，一共才走了20多分钟，1.2公里，对吧？整体上就是风景还可以，然后也不难，就是味道有点儿。好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